哦，这边叫都市，消失人了，谁怎么突然加我啊？我们先看聊天，克里斯，克里斯长怎么样啊？哎，我能看到角色哎。可以失联吗？我觉得可以顺便讲一下角色诶，他那只叫什么啊？帮你。哦，三星的，先拿出来点啊，拿出来看啊。赛德，哎，那只也是三星的啊。还要1000钻的啦，所以真的是非常的稀有。金币池要25万，平常要怎么练呢？因为平常要升华，是不是？对，升华有点像是分解的那种感觉。哦，这个就是我一直推崇的进化。欸，我想是整只电话。它实战很简单哦，就像这样，超耐玩。不过我现在目标是想要赶快，我忘记编证了呢。DPS，这是伤害吧。他怎么一直打？对，我教你们怎么上阵。哦，超好玩的哦！但五星角色你可以先把它摆第一啊，直接把它拉过来。那像我们这没有四只。哎，啊，为什么少一只啊？那怎么练等？也不知道怎么练等。啊，这里。你们可以选，训练哪一只？配的，第一只治疗型的干嘛？没办法，就这打五星。有太多治疗型的了吧？